Hello， 我是仓鼠三哥。水视频是一个艰苦的现象，每一次水视频都有一只仓鼠要遭受到主人的拍摄。被拍摄的小可爱是傻姑娘，那的舍己为鼠，被孩子咬出一个洞的鼠妈妈。我把我的手给她，可以看一下她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。给你我的手，请握住它，我带你走。那你可以抱走东西，跟着走。家伙很渴，要是没人吃，小姑娘。